Hi guys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那现在呢，我在澳大利亚西边最大的城市叫珀斯。那珀斯呢，这里也是澳洲的第四大城市，仅次于悉尼、墨尔本、布里斯本。这让我突然想到我的家乡深圳。深圳也是中国第四大城市之一，仅次于北京、上海和广州。但不同的是呢，深圳是有1700万人的常住居民，而 Perth 呢，大概是有200万的常住居民。这个被命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，一边是海，一边便就是沙漠了。但是丰富的矿物资源让这个城市很快的发展起来。其实呢，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澳洲作为我第一个登陆点，因为就很想体验一下矿区的工作嘛。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周会想要去做的事情。虽然大家都说矿区的工作很累、很辛苦，工时很长，矿区的工作大概是 fly in fly out FIFO， 就是你飞到矿区里面工作2周，然后再飞回来休息1周。我觉得这种工作的工时分配还蛮特别的，我想体验一下，看我能不能适应或者喜欢这种工作的方式。他的那个工资特别高，是一个特别好的存钱的方式，更能够帮助我之后的留学梦。所以呢，就拜托要是有工作经验的小伙伴，或者也有想要同样去矿区工作的小伙伴，拜托给我留言啊，我们可以交流和分享资讯。那另外呢，再更新一下我这一周都在做什么。首先就是住宿，其实 Perth 这边住宿还蛮贵的，是因为我现在还不确定自己要在哪里工作，所以目前我都是跟 Halbex 本地的 homestay 一起住，就是我之前一直推荐的一种模式叫 Halbex。 这个平台能够推荐你一些本地的家庭，然后你能跟他们一起住，然后你每天给他们工作2到4小时，他们会给你提供食宿。那我一开始呢是在 Perth 的一个郊区叫 Kalamandu 那边住，但是我后面我觉得离市区太远了，不方便我办一些银行卡事务之类的，然后我就又换到了市区的一个换宿家庭。所以在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工作情况下，我还没有为住宿花过钱，所以我真的会强烈推荐任何来澳洲打工度假或者其他旅游方式的人，一开始你可以先找一下这种换宿，除了省钱之外呢，还能让你近距离体验当地的文化。到然后说到落地你要做的3件事情，像在新西兰呢，就是电话卡、银行卡、税号。那澳洲有点不同，可以先电话卡，然后税号再银行卡。首先我说电话好了，那电话呢，我是去超市买的。这边的超市我还没有怎么逛过，但是有两家蛮大的，一个叫 Chloe， 一个叫 Woolworths。我是去 Chloe。等一下，我都不知道我们拼对，大概叫 Clawless 之类的吧。买的是这种1个月20刀，然后15G 的电话卡，但事实上它有打折，所以才1个月10刀。我买这张卡真是跌了大坑，因为玩这张卡之后，激活的方式是要澳洲的银行号码去激活，然后你要去办一个银行卡，你要需要电话号码，所以就变成一个死循环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后面我打工换宿的一些伙伴他们已经办到银行卡了，然后我就借他们的卡验证，但是我没有保存他们信息，所以后面是不会扣到他们钱的。因为我还觉得就是银行卡信息是很密的事情嘛，他们愿意借我，我真的觉得超级感动。 anyway， 然后呢，我又听说如果你想要在矿区工作的话，你需要一个信号好的提供商。那这一家呢，它是 Optus 的提供商，那家其实就普普通通，那你到矿区可能就接受不到信号。对，推荐的好像叫 Telstra something， 他们家就是信号特别好，然后分布又广，但问题是他们家很贵啊，半年就要160刀，我是实在舍不得下手。最后经过一番研究，我终于找到的方式就是要买一个乌文化卡，它一年也是160刀，就直接省了一半的钱。所以就感谢全能的网友给我提供这些信息。我打算1个月过后呢，我就会携号转往乌文电话卡去。然后呢，一旦你有电话卡之后，你就可以申请税号了。税号呢，它只要电话卡跟住址，然后你就直接 Google 申请 TFN， 就跟着步骤走就好了。然后他们会给你发个邮件，他们说会先寄所有的信息到你家，但是28天我觉得太久了。后来我朋友给我支了个招，就是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们，然后我就今天早上给他们打电话，我就说我还蛮需要赶快工作的，能不能现在就给我提供我的税号。然后就马上把税号提供给我了。我前一天有跟好友注册 My Government Account， 然后呢他们就给我一个 link code 去连接了我的税号跟 Government Account， 之后好像是方便你查税之类的。然后银行卡呢，我申请的是 ANZ Plus， 因为我在新西兰用的就是 ANZ， 然后觉得熟悉一点，直接在手机上操作就好了，需要一个你的手机号码跟地址。我听很多人会去用 Commonwealth
只是 Commonwealth 你需要在你先网上申请并且预约，要不然就需要排很久的队。我觉得应该差不了多少吧，反正到最后你都是要等一段时间让它寄到你家来。 OK， 然后现在我到澳大利亚一周多，就是觉得还蛮恍惚的，因为你在这里还没有建立很多些觉得还是陌生的国度，所以我最近就经常很想念新西兰啊，想念那里的人和事，想念那里无与伦比的美丽的风景，山啊水啊湖啊，然后也想念那里的人。我在奥克兰的第一个 house 我遇到小伙伴，但是呢我也知道我很快能够融入这里。博斯你好。对，我前几天刚刚看一辆车，很可能我马上就有一辆车了。博斯我会给你们 keep update， 博斯的小伙伴欢迎来打个招呼。 OK， 拜拜。